地瓜煎饼。地瓜煎饼，这个第一。素食是超难，它这个花青素对于防眼睛很好。哦耶！哎，你的话就可以了，这样比较快的杏仁片，把它抓一抓放进来。这是我爱的东西。我觉得直接这样吃就很好吃，对呀，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